今天暖和，嘎嘎暖和，真暖。看海鸥去，明天就冷了。这我们这边跟前好不容易有个景点，这是我原来住的那个租房子那时候住的小区，就是搁后边。这孩子要放学了，都接孩子的家长这是车。这跟前都是旧小区，学区房这边都是。你看房子不咋好，但是还挺贵呢。这是老小区改造。冷不冷啊？不冷，这天冷，这天冷。我妈拎点啥？嗯，拎的啥？拎两个那个过期面包。哎，你们也不吃，你说整那些面包？不吃，那你吃，为这海鸥省买的。妈，你这是棉袄还是羽绒服啊？棉袄。啊。我不咋厚哈。就是穿多了还。我们这是我看几点啊？4点呀，手机没拿，4点来钟呗。4点来钟车不是很多了，应该那个早一点车多。交警搁这执法呢，到了。煎饼果子。太慢了，这几点呢？好家伙，就可能反正定亲，要几个啊？啊，我不来，不让买了。啊，行，白早了。你有啥感想吗？有点像咱们那个早先，我不注意这些事儿。这回那个谁一撵了啥的，注意这些事儿了。早先不往这里瞅。这不到了吗？没有。哪还有？妈呀，没有海鸥啊！那怎么整的？没有呢。那谁咋没有呢？慢点。你知道这是哪儿吗？爸。这就跟和平公园通着的，那不和平公园哈滨大桥吗？你看，我就走过这儿，到这儿来过呀。来过，以前来过。这家宽的哈。嗯。这今天这是什么原因？这里还有呢，这里钓鱼这还有呢。这家宽的。钓鱼，我爸就喜欢钓鱼。那这里钓鱼，去那边吧。走哪都喜欢钓鱼。看、啊、这嘎子都没有，回来妈，啥也没有。要是那天人家都给拦上，不让下来了，人太多了，这危险。他说不拦上也不能上他大那边去。妈，那有下有往过走的，我的设备都准备好了，这海鸥没出来也，溜达溜达。海鸥下班。下班了，海鸥，海鸥咋没有呢，大哥？就那几个呀？现在又上哪个地方飞？是吗？不说挺多的吗？对，这功夫这工劲没有，就是。这1点多2点哪这么多？啊，妈，那来晚了。几点？1点多2点的时候。哎呀妈呀，他还有点儿呢。啊，来晚了。咱们经常溜达那个地方，就有海鸥。前面是干啥的？前面钓鱼呢。前面喂海鸥的。啊，喂海鸥呢。对。海鸥搁那儿呢。海鸥走了，等着呢。等着。你这是啥呀？烟花。啊，一会儿还来呀？海鸥不一定。你问他，他也整不准。这话问的不是。我要能知道的话，我要就是不是人家经常在这块儿的，他是有啊。1点半1点半啊。啊，那小伙说1点半准时到，我们来晚了。这是看海鸥没看成。不是哪个点都能有。对，他不咋找人了，他这样。你没看人家都拍照吗？妈，拍这个太阳。啊，这老头不能拍了，今天眼睛不好。他这写的呢，定点投喂群体海鸥时，定点喂的，这是。啊，那是1点多。搁这嘎达喂。喂饱了人就走了。不了。啊，是不是？这地下这就是喂的呗。喂海鸥的呗。是。哎呀，那这得壮观的嘛。咱没赶上啊！啥饲养员喂呀？嗯，志愿者，老码头冬泳队，这里是个屋子呀，这是夹空搭这么个屋子，水下有暗流。我说那搁水里那个是海鸥吗？那是野是鸭子？野鸭子吧？没有，来的不是时候。您过点儿啊。这都开始剪树枝子了。
我原来租的房子就在这儿嘛。在这儿啊？嗯。这块挺就是从这个进去。啊、嗯。法边一栋。住了六七年呢。你搁这地方可得怪熟悉的。那这都熟。我那时候租房子不爱换地方，一个房子住了六七年，后来是不行了就搬走了。那家里反正那时候也不涨价也不掉价，就这一个价，就一千块钱。啊，涨也不涨，掉也不掉。冷啊，可冷了。但是你租这种房子基本上都冷，没有热乎的。对，反正修暖气得给修，年年找他。就那个。来三个吧。来三个。我还不咬不咬动我还不一定。我妈请现烤的。我妈请客。现烤的没有牙。哎。我没带手机吗？你没带拉倒呗。不用装袋了，就吃了得了。哎。这玩意儿给你妈吃吧，我不吃这玩意儿。一人一个嘛，一人一个，你给我一个。这玩意儿就是，这白瞎。我这还不一定都能咬着呢，要咱俩都不吃，还都给他个吃，这完了。我说不买。没有车后边是吧？老长时间没吃这烤肠了，咱家也有那烤肠，咱家那个火山石烤肠，他这卖五块钱一根，我还买了两块钱。这都两块钱吗？这里头那个？嗯。我爸那回打针就搁这儿打的，都没找我。这家饭店还开呢。王玲来哈，这都老多少年了，更不愿意黄这地方。这要是房租便宜，那是教堂。我们来坐摆渡来了，坐摆渡也是个小船儿，溜达溜达。大梁子渡口。就搁合肥院整到那边啊？对呀、啊，完再整回来。嗯，不是整回来你得单独花钱。对呀，那你上那样你咋回来呀、啊？回来你再买票回来呗。还得买票？嗯，那也还给你拉个两块钱，给你拉个来回啊？那不都得管来回吗？哎呀妈呀，人这是一出的，跟公交车似的。怎么有炸鸡票啊？摩托车2.5块，小车10块。完了，来晚了。那师傅说来晚了，没有海鸥了。啊，你说海鸥来晚了？对，船有。我寻思没船呢，你船到晚上7点呢。看他们都出来了，看。摩托车两块五，爸，你坐过一回是不是？坐过。今天这么热乎，你说出来溜达溜达多好吗？你看你还不来？嗯，今儿不冷。我们仨人6块，是不是不？我跟川回来吧。跟川回来。川回来就少12吧。啊，12哈。啊，那少6块吧，要不下船了。哎、那边有没办法玩的。12块钱，我们仨来一会儿。5点半有啊。啊，5点半也有。这船还不小呢。哎，海鸥来了吗？海鸥来，它也不落了啊，那个顶上飞了。咱们这是坐上了，这不坐上了吗？这不你就在船里都走了吗？一会儿你再那啥就到地方了啊，这就是坐上了。哎呀妈，我还不知道呢，我不是寻思那块往那么走，就寻那样式的小船呢。啊，不是，这不都走这么远了吗？你没看着啊？啊，哎呦我的妈！啊，就这样式的。搁这休息一会儿，休息一会儿，等着那个下一批人，完我们再跟他回去。嗯，这2块钱来回4块钱哈。嗯，这4块钱不也挺好，体验一下游轮的感觉。也能上那儿去，你去呗。这个比较古老了嘛。嗯，都多少年了？可不是咋的，那边是游轮，那边可得有多少年了、嗯。这边的地方叫大梁子，完了之后原来是有一些。
平房，大梁子、小梁子，还有一些楼后建的，平房都拆迁了。啊，这块没啥房子，没啥房子了。你这块不盖了？原来这边有一个化工厂，那边是化工厂，完了之后就骑自行车来回的人可多了，就坐这个摆渡。又来10块钱，这个提起来了。